有啲分別嘅。咁啊，原生性空咧就係話因緣所生嘅嘢，所以我哋叫做空啊。呢個中觀偈嘅話咧，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所以原生性空。亦名是假名，亦是中道而，所以呢個係中道嘅中觀嘅偈。咁啊，呢一個緣起性空咧，就係話緣起咧，就係話以何因緣而起，其實同緣生係差唔多嘅。但係緣起個範圍咧就好似大啲嘅。緣生性空咧就係話所有因緣所生嘅嘢都係空嘅。咁啊，緣起性空咧就係話我哋知道呢一個起緣，所以我哋知道係空嘅。所以我哋後面會講六大緣起啊，呢度緣生性空咧，只不過講咗一般嘅情形。如果因緣生問法嘅時候咧，呢、這個四緣生問法啊，呢個因緣啊，增上緣啊，呢、這個所緣緣啊，呢、這個四緣生問法。咁啊，呢個四緣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這個、呢個咧就係、是、中道講嘅啦。因緣所生法，是即無自性，呢個十二名論裏面講嘅。咁啊，呢個因緣次第緣，緣緣增上緣，四緣生諸法，更無第五緣。所以咧，因緣咧就係呢四個因緣生出嚟嘅。因緣啊，呢個次第緣，因緣咧就係話每一件事物咧必定有個因喺度。咁啊，次第緣咧後邊就會講啦。次第緣咧係這個等無更緣，即是說你起了心動念之後呢，下一剎那又會照做的，即是養成習慣，即是之後呢又會起個緣。那麼這個呢養成習慣，那麼緣緣，那麼緣緣呢就是每一樣東西的生起呢，那個意識裡面啊都有個因緣的，即是都依照個意識裡面所俾出嚟嘅因緣而生嘅，所以叫做緣緣。咁啊，呢個增上緣咧，就係話有增上嘅意思，即係增強嘅意思。譬如撞到所有嘅嘢，咁啊令到佢增強啊，已經一把火咯，仲俾人鬧兩鬧咁嘅增上緣，咁啊變咗增上緣。所以咧，因緣四緣生問法，更無第五緣。咁啊，呢個咧就係緣生性空，即係話所有由因緣生出嚟嘅嘢咧，都叫做性，都叫做空啊，都係空。但係緣起性空嘅範圍就唔同啦，即係因為乜嘢因緣而起嘅，就知道呢個係空嘅。所以我哋知道呢個世界咧，嗰個因緣乜嘢因緣而起嘅，所以咧就係空嘅。所以我哋講咗六大緣起，六大緣起係我講嘅，第二啲法師唔講喎。第二啲法師講到呢個緣起性空咁就完啦，照呢篇嘢講完咁就完咯。佢冇將嗰個大乘嘅加落去，所以我哋學佛嘅人咧好論盡。點解好論盡咧？因為佛講嘅係原始佛教，咁我哋而家行緊嘅咧係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咧係佛入咗涅槃之後成幾百年嘅大乘起信論都五百年啦，佛滅道後五百年出現噶嘛，咁跟住出現到呢個中觀啊唯識啊，跟住出現到呢一個法花啊花嚴啊禅宗啊，呢啲咧係後期嘅嘢嚟嘅。所以咧，如果你講佛學嘅時候咧，就可以講即係佛直接講嗰啲原始佛教啦。所以咧，成個佛教咧一個發展嘅過程嚟嘅，即係所以咧，你學佛嘅時候咧，唔知道呢段嘢係幾時講嘅。所以咧喺天台中講經嚟講咧，有個判教啊，判教判定呢個教咧係幾時講嘅啊？要知道佢係幾時講先得㗎啊！所以時時講嘅嘢都會唔同㗎啊！佛時時講嘅嘢都會唔同，所以咧，尤其是空性嚟講咧，佢總共講到六大緣起咁啊！所以咧，我哋咧講呢一個緣生性空先啦。咁啊，緣生性空咧就話因緣所生嘅嘢咧就係叫做空嘅。咁啊，呢個咧喺呢個印度嚟講咧，有六十二種外道。咁啊，將佢歸納做三類，一個叫做定命論，一個叫做神意論，一個叫偶然論。咁啊，定命論咧就係生出嚟就係咁啦，落地喊生聲，好守命生成。咁啊，我哋咧
中國都有啲好似定命論咁嘅嘢喎，睇八字啦、算命啦、紫平冤海啦、咩定天水啦、至於微斗數啦，呢啲全部我睇過曬。因為嗰時誒啱啱考完會考，冇嘢做啊，走去圖書館度睇曬啲中文書啊，醫卜星相生啊，全部睇曬。咁去咗學醫啦，咁啊學醫咁啊學下咧，因為醫人咧好論盡嘅，即係醫唔好嘅，其實我哋好難醫人嘅，即係呢啲咧。泰國坐藥材鋪喎，咁啊坐藥材鋪嘅時候，第一個正嚟睇，哇個孕婦啊個好後生嘅，咁啊嗰啲可能二奶嗰啲啦，咁啊個樣啊好似英奶咁上下，咁哦咁啊嚟睇喎，佢話我食咗榴蓮喎，如果個胎喐動喎，哇死啦！但係佢點搞咧？但你食咗榴蓮，因為咧懷孕啊，連甘草都唔落得噶嘛，你個落咗佢個胎啊，對你搏命啊，聽日你都唔使坐啦啊！咁啊，所以咧好緊張嘅，即係睇醫生啊，揾命搏喎，其實即係佢你揾你。你醫得佢唔好，即係攞把槍出嚟射你都得㗎。即係泰國嗰啲大陸都得啦，冇去泰國啊。大陸你醫唔好佢都走嚟賠嘢啦。所以醫生係一個厭惡性行業嚟嘅，雖然揾得錢多，但係咧厭惡性行業，所以索性唔醫啊。佢話首先就係為醫者能救人啊嘛。咁啊，點解會學醫呢？就係話。文天祥就去睇相，咁啊呢個睇相佬咧就話：哎呀，你不為良相，必為名醫。咁啊，呢個文天祥咧就話：點解前置之啊？呢個唔係睇相佬話你做唔做？文天祥話：我做唔做到宰相啊？個睇相佬話：咦格格，即係唔講啦，即係唔講得出嚟。咁啊，跟住咧佢就話：咁可唔可以做醫生啊？咁睇相佬咧就話。點解前置之高而今置之低啊？點解你上一個志向啊做宰相，咁啊下一個志向啊做醫生？點解前置之高而今置之低？佢話咧，為二者能救人啊嘛，為二者唯有呢兩個能夠救人啊嘛。咁佢咧就呢、這個睇相佬咧就話：啊，君不為良相，必為名醫。啊，你唔為良相咧就係名醫，咁啊做大國首人兩個都能夠救人。咁啊呢個咧。咁我哋仲有第三個教人嘅方法，就係弘法咯。咁所以天台宗咧，個個都係醫生嚟嘅。太行法師係醫生啦。咁呢個淡虛老法師又係醫生啦。個個都係醫生嚟嘅，即係個個都係醫生。因為點解咧？醫唔好人咪講咯，得把口冇事噶嘛，或者你落藥係有事啫，講啊冇事噶嘛，得把口啊冇事噶嘛，你最多唔聽啫，或者塞埋隻耳仔，乜事都冇害到你哋。咁你唔聽啫，係嘛？聽錯咗咁啊唔會。點都唔會講叫你去做壞事啩，係嘛？所以咧，為義者能救人，仲有第三個救人嘅咧，就係弘法啦，即係弘法利生，就係救人嘅。所以我哋而家咧，就係咧係要改變呢個移風易俗啊，要改變呢個社會嘅風氣。不過靠我哋一個人嘅力量當然唔夠啦，要靠埋大眾嘅力量啊！所以咧，我哋要搞多啲活動啊，宣揚多啲佛法啊！嗰啲我哋咧，而家將啲錄影帶擠上個網度，咁啊，美國同埋呢一個台灣同埋香港啊，差唔多人啊，千幾人喎，全部都千幾人聽。因為點解咧？因為香港又係咁多人，美國又係咁多人，呢個台灣又係咁多人啦，仲有日本都睇喎，即係日本嗰啲啊，度度都睇嘅。咁啊，大陸嘅少啲，大陸因為佢係有佢係唔俾入嘛 YouTube 啊，所以咧我哋擠咗落去土豆度啊或者優酷度啊，咁就可以啦。咁啊呢個咧定命論就係算命，算命佬，所以算命咧呢啲咧全部都準嘅幾乎啊，因為點解咧？因為呢個黃極神數啊，你睇鳥份四份嘅時候咧，黃極神數算佢咧幾時有第幾啊，幾時俸禄係幾多啊，咁啊準嘅。咁啊雲谷禅師咧就話。佢就去到呢一個雲谷禅師嗰度，咁啊三日不起一念，雲谷禅師咧就話：咦，咁犀利嘅位居士，你修乜嘢法門啊？你三日不起一念咁犀利嘅，諗都冇用咯，因為都命都定咗咯，啲黃極神數算到準曬噶嘛，幾時考第幾，俸禄有幾多都估中咗咯，咁仲有咩好諗啊？啊，佢話咧居士此言差矣啦，呢、這個命咧只能夠管一啲。中挺的人，即係食飯、瞓覺、睇電視、睇電視、食飯、瞓覺嘅，翻工做家務，睇電視、食飯、瞓覺、做家務、做家務、食飯、瞓覺、睇電視嘅人，咁就唔係管嗰啲大智慧同埋大愚嘅人，就係個愚蠢嘅人咧。
咁啊根本就唔識佢，就算命好佢都唔識去爭取啦。咁呢個梗係唔得啦。如果係有大智慧嘅人咧，就可以改佢啦。所以丘吉爾話：少少行為就造成習慣，習慣就造成性格，性格就可以改變命運啊。所以咧，命運咧係由少少嘅行為做起，咁就可以改到個命運啦。咁我哋咧，而家亦都係，我哋咧唔係唔信命啊，我哋唔係唔信算命喎。呢個但係佛教咧唔係定命嘅，佛教咧講個因，因為呢個係我哋嘅因嚟噶嘛，個個都有前世嘅業，因為我哋投胎嘅時候咧，我拎埋前世嘅業嚟噶嘛。咁啊，所以前世嘅業咧，呢個就係命啦。但係後天咧可以改佢嘅，我哋唔好去吹吉避凶，唔好睇上老，俾錢睇上老啊！今年有咩災難啊？我想避下佢。避得到咩？係嘛？你俾人打十拳嘅本嚟，你避咗九拳，第十拳就夾埋一齊啊，中落去嘅命都冇，唔好去避佢。咁啊，要去改佢啊，要去改佢。我哋咧提倡呢個改命運嘅，點樣改咧？我哋咧就東北咧就收十二天神供，跟住咧就供自己嗰幾粒星啊，本命星。本命星咧，本命屬星啦，嗱，本命元神啦，本命壽啦，本命曜啦，本命宮啦，嗱，你乜嘢星座啊？白羊座咁啊 ，normal 叫呢個新聞大咩沙拉伊蘇阿卡，因為白羊座啊嘛，白羊座啲人咧最講嘢最直接噶啦，得罪咗你哋咧，唔好出聲就得啦，唔好出聲啊，唔好介意啊，係唔好出聲嘅。咁啊，所以咧，因為得罪得多嗰頭啊，所以咧唔係介意都唔得。咁啊，所以咧呢一個咧，咁啊，你知道自己個星，自己個嗰幾粒星查到出嚟嘅時候咧，搏命供佢啊，咁啊，將佢咧斗換星移啊，將佢改咗啊，旺極神數咧，好啲用準提咒都改到嘅，用準提咒。不過呢個咧仲快，呢個俾嘢佢食噶嘛，係嘛？呢個俾嘢佢食，將自己粒星咧本嚟由衰嘅供到好嘅，即係粒星。咁有啲人咧就話，如果你粒星係衰嘅，咁咪供咪衰，梗係唔會啦。黑社會你俾多啲嘢佢食，都變咗好人啦。你對你好人喎，對第二個唔好一件事，對你好人噶嘛，係咪？所以咧呢一個咧定命論咧，呢個係外道講嘅。佛教不嬲都冇講定命論嘅，因為我哋知道有呢個命運，命運就係因果嚟嘅。如果你冇命運，即係冇因果啦。李嘉誠同你咁啊，大家都有分別噶啦。唔係李嘉誠啊，呢個李嘉誠係要捱嘅，李嘉誠要啤塑膠花嘅。但係佢啲仔唔使啊嘛，李澤楷、李澤鉅唔使啊嘛，八號仔呢個唔使噶嘛。咁啊，所以咧呢啲咧係有宿世因緣先至投胎嘅。所以咧呢個咧命係準嘅，但係我哋可以改佢。我哋唔好向命運低頭，所以咧，我以前係識算命、識睇紫微斗數、識成嘅，咁我而家都唔睇啦，而家淨係改佢，淨係改佢咧，咦，冇樣樣嘢都順咪算數咯，係咪先？有咩問題啫？冇，而家開始唔準咧，啲嘢全部唔準咧，因為你改得多啊嘛，你日日要供佢，供三年喎要，起碼三年，我唔好供咗幾日之後話俾阿師傅聽話點解唔得嘅咁啊，咁啊，所以咧，起碼係供三年，咁你就。因為橫掂都係冇嘢做㗎啦，橫掂屋企係嘛？你橫掂都冇嘢做，食飯瞓覺睇電視，收化食飯瞓覺睇電視咁啊得咯係嘛？即係又唔好阻你日常嘅生活係嘛？日常嘅娛樂又冇減少，但係咧做呢個供咧只要15分鐘啫啊！咁你日日做嘅時候咧，當然仲可以收準提法啦，仲可以念佛啊，念佛都係改到喎。咁啊樣樣嘢都係改到，咁啊呢個咧。叫做定命論，定命論咧，我哋佛教就唔好定命嘅，唔信定命嘅，因為後天嘅因緣咧係可以改佢嘅，所以我哋咧就積極去改變我哋嘅命運，咁先至有用嘅。咁你先至可以咧講俾啲細路仔聽點解要學佛，點解要修行，因為我哋咧係復業啊呢個。諸業以生死，隨重感遷集，隨先作其中，得後後成熟。嗱，呢啲我哋做咗以前做咗惡業啦，做咗前世嘅，呢啲前世嘅惡業，我哋呢一世咧加啲善業落去，加啲善業落去，咁呢報嘅時候咧，佢走出嚟嘅時候咧，隨重嘅報先啦，殺人放火啊，啲救民民於水火報先啦，近嘅業報先，咁啊人都知道近嘅業報先啦，即係。越遠嘅業咧就越淡嘅，啊，即係越遠嘅業啊，縮細嘅業，所以你唔使驚縮細嘅業啊，縮細嘅業咧係比你而家嘅業報先嘅，穿集成日做嘅業報先，穿集呢個集氣啊嘛，呢個集穿一連串嘅集氣，一連串嘅集氣，比如話你信咗佛之後，成日拜佛，成日念佛，咁咪變咗福報咯，因為福報走出嚟報先嘅，隨從。
諸業已生死，隨重近遷就，隨遷作其中，則後後成熟。啊，所以呢，呢一個呢，重嘅業報先，近嘅業報先，遷就嘅業報先，所以成日做嘅業呢，佢會出嚟先噶。所以你學咗佛呢，有啲人學咗佛呢，好好噶，即係一路個好順嘅。因為點解好順呢？因為近嘅業報先噶嘛，你只要定貨不塞，即係只要你日日做翻供上下功課啦，半個鐘頭又好，一個鐘頭又好，咁佢始終都會好嘅嘢會走出嚟先嘅，因為撳住咗啲惡業啊嘛。點解啲惡業有啲撳唔到呢？因為惡業太重，我嘅撳唔到啊嘛，係咪？咁你哋加倍努力咯，咁去撳佢咯。啊，所以咧加倍努力去撳佢，咁啊撳到啦。咁啊，所以咧呢一個定命論咧，我哋佛教係唔承認嘅，啊唔承認呢個定命論。咁啊，所以咧，我哋可以改佢嘅。咁啊，神意論即係神嘅意思啦，神嘅意思，所有嘢都係神嘅意思喎。咁就大件事咯，係嘛？咁神嘅意思，咁啊，南航沉船又係神嘅意思啊嚇。咁佢好多佛教，好多呢啲天主教啊、基督教徒喎，大佬係神嘅意思。咁啊，南哈海南又係神嘅意思啊嚇？點解唔夠佢哋啊？咁啊，所以咧呢個神意論咧係即係唔成立嘅。咁啊，呢個希特拉殺600,000猶太人又係神嘅意思啊！神梗係唔認啦，大佬點會？神係慈悲噶嘛，博愛噶嘛，點會殺600,000猶太人啫？咁係喎，咁你樣嘢你神都知道，咁啊，所以咧，呢個神係全能全知嚇，呢個全能全知噶嘛，係嘛？呢個就係呢個所有嘢都博愛噶嘛。所以呢，我有一次呢就在桃園機場咁啊，要翻嚟香港啦，咁啊要坐飛機噶嘛，咁啊有個鬼佬啊牧師嚟嘅，即係神父，有條領白色嘅，咁啊走過嚟，咁啊哎呀，法師，我想同你傾下偈，我話你知唔知係乜嘢人啊？你係和尚啊，係噶嘛？你係和尚，咁你係牧師啊？有乜嘢要同我傾偈呢？佢話我同你傾下呢個神嘅偉大，我話神有咩偉大呢？神創造呢個世界喎，咁我話神創造呢個世界得啦。咁啊呢個咧，神創造呢個世界，第一邊個創造神出嚟嘅咧？嗱，如果你有啲摩門教同埋嗰啲錫安教，而家叫做掛個牌喺度咧，好中意纏住人傾偈嘅。咁啊一次咧，我喺個醫院何文田嗰度啊，又撞到幾個人走埋嚟，又係問呢三，我又係問佢呢三個問題。呢三個問題咧就冇得擋嘅。呢三個問題咧就係當時嘅印度，因為梵天嘛，所有都係梵天所做噶嘛。咁啊，素論派咧就無神論者，佢提出三個問題。第一，你話梵天創造呢個世界啊，咁邊個創造梵天出嚟嘅咧？咁呢個牧師咧就話自有永有。自從有啊有，咁我個自從有啊有，你啊自從有啊有，自從有啊有啊，自有永有啊！哎呀，真係答得好妙喎！個自有永有，你可以自有永有，我唔可以自有永有啊！咁啊，第二個問題，咁啊，神係用乜嘢意樂去創造呢個世界呢？如果用慈悲心去創造呢個世界呢，唔應該有南航沉船啊，唔應該南丫島海難啊，唔應該有海嘯啊，亦唔應該有地震啊嘛，你咪博愛啊嘛，仲地震乜嘢啫係嘛，仲有得震啊，所以咧李嘉誠個名啊真係改得好啊，慈生子啊，慈悲嘅生我咁啊，慈悲嘅生咧就唔會生嚟輕射嘅，因為個生有慈悲心啊嘛，咁啊個生啊冇心噶嘛，點嚟慈悲咧？真係又係，不過咧唔好講嘅啦，講多咧俾佢鬧咁啊，所以咧唔好都係冇啦，佢橫天佢有佢啦，而家又唔改得，佢大家都唔喐得咁，即係你逼佢都冇用嘅，佢都唔改得歪嘅係咪？改歪幾大件事，咁啊，所以咧唔好逼佢。而家咧所以咧呢、這個唔應該有咁多災難啊，所以用乜嘢意樂咁啊？神愛世人啊嘛，應該做一個極樂世界出嚟啊，應該做一個永生嘅天堂出嚟噶嘛。佢要做都做天堂啦，做咩呢個五族惡世出嚟啫係嘛？咁啊，所以咧話神做嘅咧係第二個唔啱嘅啊，因為佢唔係佢出於好穩而做嘅。咁啊，第三個問題就係呢一個，如果神係圓滿嘅，佢使咩做世界？做呢個世界出嚟啫？就係佢覺得唔圓滿。佢喺度咧，我因為我以前小學咧，我係屬聖多馬天主教嘅，咁啊中學咧讀萌生嘅喺呢個基督教，咁即係基督教天主教都好熟嘅，佢哋創世記、使徒行傳要背啊，唔背背唔識唔準升班嘅，所以咧佢創世記
哇！上帝咧好悶喎，睇下冇嘢做，咁啊做咗個亞當出嚟，啊做咗亞當，覺得佢好悶喎，一個人係咪啊？佢冇嘢做，趁佢瞓覺嗰時拆條肋骨出嚟啦，同佢做個亞蛙出嚟，做個亞蛙出嚟，兩個都幾恩愛，冇嘢做嘅喎，都冇嘢睇嘅係嘛？整條蛇啦，阿撒旦，你整條蛇俾佢，整個蘋果俾佢試下，你未知。明知食咗蘋果咧，就知道分別善惡嘅果子啊！最先亞當亞娃咧係冇善冇惡喎，不思善不思惡啊，所以咧就冇問題嘅。你當你思善思惡咧，你就有問題啦。分別善惡嘅果子一食咗落去咧，咁啊變咗咧有善有惡啊，所以咧知道無能，唯言謹責，若離親愛，當然明白係嘛？你呢、这個咧？其實咧修行係好易嘅啫，你唔好有呢一個善惡嘅概念咧，乜事都冇啊！冇愛同埋嗔呢一個嗔恨心同埋愛呢個心咧，咁啊乜事都冇啊！所以咧呢個咧咁啊，見到佢冇嘢做，得閒又做條就做個蛇俾佢食啊！整咗之後咧就有嘢做啦啊！咁啊呢個跟住咧仲驚死啲人唔死得啊！揾個撒旦去整下佢，咁啊上帝就去救人。呢個去擁冧佢，嗰個係引誘佢，等佢墮落。呢個係救翻佢上嚟，哇！即係拍戲。咁啊，所以成個係自編自導自演演曬。所以咧呢個係唔啱嘅，呢個即係唔啱道理啊，係咪唔啱道理噶嘛？所以逢親第日嗱，有啲人嚟問你，外道問你，你就問佢三個問題：第一，邊個中道神出嚟嘅？佢話自有永有。第二，神用乜嘢意樂，即係用乜嘢心去做呢、这個？如果出於慈悲心，唔應該有海嘯嘅，個個都應該好似李嘉誠咁有錢嘅，個個都住九島山啊，冇板間房嘅，你管淨土啊嘛？咁邊有啫？個個都要平等嘅，係咪平等？你話淨土有咩唔平等啫？或者話都係有花，都係有樹啊，大家都有雀仔啊嘛？啊，加呢、这個呢、这個。呢、这個又雀仔啊，又發功德水啊，大家一樣噶嘛。你冇得嚟做個世界唔同嘅，咁俾啲呢個哦，我中意呢個神意嘅，我中意呢個人我就俾佢咯，唔中意呢個人我唔俾佢咯。咁啊，所以咧呢個唔啱嘅。咁啊，呢個係神意論。咁啊，呢個神意論咧唔啱嘅。總之第三個咧就係偶然論，偶然論喎。咁啊，如果呢一世做善做惡咧？就冇效果嘅喎，偶然喎，偶然發生嘅喎，呢一世做咗惡事，咁下一世會得到好報，咁你偶然嘅嘢點會準嘅啫？啊，所以偶然咧變咗冇得收啦。所以台灣嗰個斬人嗰、那個，佢話呢個生活得好苦悶喎，即係好無聊喎，因為點解咧？佢有錢啊，乜嘢都有啊嘛，佢係有錢仔嚟嘅。我生活得好無聊喎，所以從中一啊計劃到大海去捷運嗰度斬人啊，斬人希望判死刑咁啊，了到個生命佢喎，真係唔知做乜嘅，因為佢唔知做乜嘢，咁先至成為呢個嘢，所以咧台灣嘅教育部長應該辭職，你哋覺得唔好啊？法師應該懺悔啊！法師要教人點樣利用呢個有意義嘅人生啊！所以咧因為咧佢係。麻煩咧，出在喺有錢嘅家庭，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咁啊變咗樣樣嘢無所事事咯。你連食都冇得食啊！你要賣報紙啊，要剩啊，要穿塑膠花，睇下你仲有冇咁嘅嘢啊？冇咁嘅閒情逸致啊，斬人啦！掛住揾食嘅，仲有閒情逸致啊，斬人咩？一就係，所以咧，人生係好無聊嘅，即係無聊嘅。咁啊，無聊嘅時候，你要揾樣嘢做啊嘛。究竟我哋出世咧，你哋聽佛學嘅意思就係話，我哋點解要學佛咧？我哋要揾到人生嘅目標嘛，揾到個目標你先至有得做噶，揾唔到目標冇得做噶。所以聽日咧就會同奇英開始啦。奇英入咗安老院咧，即係冇嘢做啊，等死。入咗醫院，入咗安老院咧，特別快死嘅，所以千祈唔好入安老院，唔好話安安樂樂喺度，因為冇嘢做啊嘛，裏邊冇嘢做啊嘛。如果你話佛教安老院仲好啊，播下念佛機啊，嗱你念佛求生淨土啊，即係有啲法師同佢講嗱，你而家冇嘢做噶啦，而家係臨終臨尾嗰幾年，你再唔發力咧，咁就冇符噶啦，一落輪迴咧，你唔知幾時先至出翻嚟噶啦嚇，你快啲好快啲念啊，咁啊有意思啦，佛教安老院就得，但係第二啲安老院咧，咁啊大件事啊，等死啊，所以咧人咧。要在这个世界上面呢
要做啲乜嘢先啊？要做乜嘢？點解嚟呢個世界上做乜嘢？唔係食飯、瞓覺、睇電視、翻工、翻工、食飯、瞓覺、睇電視、做家務，咁啊，切咁有咩有咩意思啫？你會食飯、瞓覺、睇電視，人哋佢會食飯、瞓覺、睇電視，淨係得你食飯、瞓覺、睇電視。所以咧，我哋咧除咗食飯、瞓覺、睇電視，當然要啦，呢啲正常娛樂嚟噶嘛。但係我哋仲要修行，仲要念佛。修行嘅目的咧就係第一。我哋可以消業，即係消而家嘅業啊！我哋成日講消業啊嘛，消而家嘅業，人哋而家多病嘅，或者多乜嘢嘅，咁你可以消業啊嘛，即係可以消業懺悔啊，多啲懺悔啊，放蒙生啊、施食啊呢啲嘢咧，咁可以擋住啲業啊，等佢冇咁多病啊，冇咁多食。所以咧，我自從咧1977年咧，我攞本佛清度攞本書仔翻去放大蒙生之後咧，放到而家未斷過。到而家都未睇過醫生啊！有少少上一次有少少感冒啦，因為坑啊，嗰啲藥咧，因為有痰啊，攞個咩美清痰，咁啊睇下個嘢。2013年，喂過一年啫，都唔係好大件事啊。咁啊食咗冇效啊，所以咧啲藥千祈冇，因為咧講買嗰時已經係2011嘅啦，即係兩年噶嘛啲藥。咁啊，因為幾年都冇咳嗽啊嘛，咁咪滯喺度咯，即喺度，到要用嗰時，哇，過咗一年，咁啊，應該冇事嘅，咁啊，食都冇效啊。後屘咧，睇啲嘢食極都唔好，食咗成排都唔好。後屘買個新嘅，因為食兩粒就好翻，所以咧呢啲咧，一個經驗話俾你聽咧，吃藥過期咧冇食嘅，即係冇效嘅，係嘛？即係冇害已經算好啦，冇咩毒素。咁啊，所以咧呢一個，但係冇睇醫生，即係唔會睇醫生嘅，因為要正常要做嘢噶嘛，睇醫生我管得閒咩係嘛？睇完之後有好多嘢唔做得，我哋一日要抽10個鐘頭，咁又要講經，又要成，又要做法會，我哋又做玉法啦，又好多三時係念啦，玉法啦，咁啊一大堆嘢做咧，冇時間去睇醫生，所以咧消業第一件事咧，消咗業，我哋要嚟呢個世界咧，就係擋住啲業，要改變我哋啲業。本嚟係有病嘅，改咗冇病；本嚟係冇錢嘅，咁啊一定要積福啦。本嚟係冇錢嘅，要積福啊，要積福啊，積多啲福報啊，消業積福。積福咧，我係做義工啊，呢個放生啊，呢啲全部積福嘅啊，呢啲嘅拜佛啊，呢啲都可以積福嘅，參加下法會啊，呢啲都係積福啊，供天啊。咁啊，共天啦，啊呢個施食啦，呢個共天啦，跟住求解脱，因為咧，人生能得今已得，佛法能聞今已聞，今生不向此生道，更向何生道此生咧？咁乜嘢法門咧係可以一生就了斷嘅咧？梗係淨土法門啦。咁你話法師你咪講密宗嘅咩？我講密宗啫，我修淨土啊嘛。咁講係要講嘅，因為有啲眾生佢係要修密宗噶嘛，呢啲細路仔後生仔十零廿歲，你叫佢往生淨土啊，佢初過你。我今日先至問我哋個徒弟，佢今年係23歲啦，阿定師嗱，咁啊佢係因為咧佢啊網上面嘅食飯嗰時咧，佢坐喺度唔喐，坐喺度唔喐，點解咧？佢話激親，點解我話點解激親？佢話咧我喺網上面咧就訂購咗啲嘢。咁啊，過咗成個月，咁佢先至話俾佢聽冇喎，揾唔到喎，咁啊退翻錢俾佢，退80%俾佢喎，哇！咁啊極滯啦，大佬，你退錢都係退十足㗎，咁你淨係呃你20%係夠啦，手續費都冇20%咁多嘅，你明唔明係呃你20%，咁係咪？咁啊坐喺度咯，喐都唔喐，咁我就話嗱，如果阿彌陀佛而家嚟接你，你去唔去啊？我梗係唔去啦，後生仔又唔會去嘅，都未曾做大法師啊，點去阿彌陀佛道啫？係嘛？點老咗就話啫，係嘛？後生嘅你點叫佢嗱？連法師都唔肯去嘅，細嘅法師都唔肯去，何況係後生仔？後生仔梗係叫佢揾錢噶嘛？嗱，你供天啦，會發達㗎，係嘛？咁啊，你好似供到啲風寨法師咁啊！我哋最初咧係。4000元就租300多隻地方開始做嘢嘅，而家3間廟係嘛？咁啊，又要3間廟，咁啊，所以咧呢啲係要積累嘅，即係積累幾十年噶嘛，咁啊一路積累，所以咧所以咧消業積福啊，一路收咧一路會積啲福落去，咁啊梗係後生仔梗係夠嘅消業積福啊嘛，咁密宗所以而家密宗個個信曬後生仔，個後生仔信密宗啊，個個都信密宗。咁啊，而家咧，
我哋嘅，唔好講咁多。咁你講錯錯多，唔好提到。大家又提，大家又提，提到嗰樣嘢嘅，咁唔好嘅，一陣間俾人鬧鬼啊！咁啊，所以咧呢一個求解脱嗱，咁啊求解脱。咁啊，所以咧念佛求解脱，但系我哋做法师嘅咧，我哋要识增怀珠嚟到帮助众生啊，做火供嘢啊，做火供。咁一日咧回向百几条圆木，咁啊个个都求乜嘢啊，求乜嘢咁啊，同佢求咯，系咪啫？法师系要做呢啲嘢噶嘛？法师都唔做呢啲嘢，咁边个去做啊？叫你哋自己去收啊！自己又收唔到，你冇咁嘅地方啊，你冇咁地方，冇咁嘅时间，我一日收十个钟头，你又收几多个钟头啊？你冇办法，冇办法收到我咁多时间，亦都冇我咁大嘅地方啊！亦都我系要。有八個胡魔爐，你一個人用八個胡魔爐，我有八個胡魔爐，所以咧，呢個香港咧最多都係兩個嘅啫，點解話八個？咁啊，所以咧求解脱，消業積福求解脱，呢個就係我哋要做嘅嘢啦。啊，所以咧，我哋知道啲業係有嘅。咁啊，所以咧，佛咧就唔同外道呢啲啊，定命論又唔啱，神意論又唔啱，偶然論又唔啱，即係你樣樣嘢都要積嘅。所以呢，佛呢就講呢個緣起性空或者緣生性空。咁啊，緣呢有兩個意義，一個係攀緣，一個係直。呢個攀緣呢就係話呢一個緣類啊，眼色去睇嗰啲嘢叫攀緣啦。咁啊，呢個呢就係緣啊緣。咁啊，一個呢就係直啊，呢個呢就係一個呢就係憑直。憑藉咧就係話，我哋嚟呢個世界上面，咁我哋個第八色啊，咁啊投胎落嚟呢個人嗰度，咁啊呢個咧，呢個人嗰度咧，咁啊第八色落嚟個人嗰度，咁啊呢個第八色就係一嚟嘅，咁啊加埋父精母血啦，父母嘅遺傳啦，咁啊加埋個第八色落嚟，咁啊所以咧，我哋而家咧就形成我哋嘅 DNA 啦，又形成我哋嘅第八色啦，啊呢個 DNA 同埋第八色。一半嘅嘢咧就形成 DNA， 即係你父母遺傳啦，加埋你前世所做嘅業，咁啊形成 DNA 咯。所以 DNA 就冇得改嘅。但係第八色咧唔係 DNA 嚟噶，DNA 呢個第八色咧 DNA 隔離，所以咧慢慢喐下咧就會改個 DNA， 一下子就改唔到個 DNA 噶。所以咧，你話我生得咁矮，啊我收多啲法會唔會高啲啊？呢個唔會嘅，因為 DNA 嚟話行住你啊嘛。即係所以咧，要高到下一世先高啦。而家啲人唔會高，所以唯識索性話呢一世嘅業咧，下一世先至報。因為點解咧？佢走咗出嚟先至改個 DNA 嘛。如果你話講 DNA 嚟改啊，我本嚟好醜樣啊，仲變做香港小姐。咁你話修法咧，會唔會改到咧？改唔到啊！玉林國師都改唔到啦，當世都改唔到啦，係咪？玉林國師，因為玉林國師咧就係話，佢上一世生得好醜樣啊嘛。那個太子女，即係嗰個富家小姐嚟報師啊嘛，嚟報師嘅時候咧，去到嗰度特登唔俾錢嘅，唔報師佢，咁佢咧就發願咧下一世要做靚嘅，咁你下一世先做到噶，變到下一世就係玉林國師啊，咁啊下一世先至改到啊，你修行所有嘅修藥師佛咯，所有嘅嘢回向啊，下一世做靚嘅，咁啊變咗玉林國師，下一世先改到啊，唔係呢一世去改啊嘛，所以咧呢個係因嚟嘅，但係。個果咧未出現嘅時候咧，仲可以改，咁啊仲可以改佢，所以咧修普通嘅法嚟講咧，天部嘅法要三年，即係要三年嘅，因為分文文啊呢個第八色係用分嘅。好似分依草咁啊，慢慢去分嘅第八色，咁啊分分下咧，佢就會改嘅啦。就係你一下子就改唔到嘅，你話想急都急唔嚟嘅嚇。一分最少三年嘅，你分分下佢就會改嘅啦。所以咧，而家我哋去睇翻個算命咧，而家都冇睇啊。而家我哋出咗家之後唔使睇，因為點解唔使睇咧？我哋隨重就輕集，樣樣嘢都好嘅，都冇做壞事就得啦。自己用佢戒律守得穩就得啦。啊，即係戒律咧，最緊要身口，即係。打人鬧人嗰啲唔好做，咁啊起心動念就少少地，咁啊呢個咁咪都在所難免啦，係咪人噶嘛係嘛？咁啊起心動念啊難講咯喎，即係嬲喺心裏邊，我會唔會嬲出嚟啊？你嬲出嚟咧就做完，咁啊所以咧我哋唔使睇啊，即係唔使睇啊呢樣嘅咧，我哋咧閻羅王請我哋去飲茶咧，我哋都唔使驚閻羅，你叫我落嚟做乜嘢啊？你想聽咩經啊？點解落嚟？點解落嚟啊？我落得。佢個個都落啦，咁啊而家仲未要共口響都未完嘅，啲人生都未完嘅，咁啊蓋棺定論啊，而家都未到蓋棺，所以咧而家呢個緣起性空，就係呢個咧就有因嘅，所以咧就話
佛咧就講十二因緣，無名緣、行行緣、色色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緣、足足緣、受受緣、惡惡緣、有有緣、生老病死苦。咁啊，呢個咧就係十二因緣。啊，佛講十二因緣，咁點樣能夠即係呢個消除煩惱咧？就係講四聖諦，苦集滅道，此是苦逼不勝，此是集招感性，此是道可修性，此是滅可正性，係苦集滅道啊嘛。知苦斷集無滅修道，知苦集咧就係呢個做嘅業啊，做嘅業就係嘅集啊，呢個集氣都係集，同埋咧做嘅業咧都係集。咁啊，呢個咧跟住可以修道咧可以入滅，可以正涅槃。咁啊，所以咧就用呢個十二因緣，咁啊十二因緣無名緣、行行緣、色色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足足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老病死苦。所以咧並唔同外道講嘅啊呢一個咧定命論啦，又唔啱，因為我哋無名緣、行行緣、色呢個無名，首先有無名先啦，冇無名。個無名喺邊度嚟嘅咧？啊，呢、這個無始本有無名，無始啊，本生無名。啊，呢、這個《楞嚴經》講嘅啊，呢、這個無始唔知幾時開始，本生嗱，記住個本生無名喎。個無名咧唔係後天生出嚟嘅，咁啊，所以咧呢個大乘起信論啊。佢咧就話喎，咁啊呢個咧，無名一念三生世，境界隨緣長六粗啊！呢個大件事啦。呢、這個經一出咗之後咧，咁啊全世界都錯，全個佛教界都錯啦。因為點解咧？呢部經係偽造嘅，日本仔就話佢偽造㗎啦。咁啊有啲話佢假，有啲話佢真，有啲話，但係你睇呢一句咧就錯㗎啦。無名一念三生世，境界隨緣長六粗，即係有無名嘅有起點啦，即係有起點啊！無名一念三生世啊嘛，境界隨緣長六粗。咁啊，所以咧，無名一念三生世，境界隨緣長六粗，即係話你本嚟係自性清淨嘅，但係起一念無名就流轉生死啦。所以咧，你有冇讀過？有冇嚟參加三時係念啊？三時係中風過師話，我哋本嚟咧自性清淨嘅，但係起一念無名咧就流轉生死啦。咁啊，大件事啦，個個都係咁啊！我哋連呢、這個。影個為中國士正道嘅都係咁講咯。我哋咧本嚟係自正清淨，但我哋一念無明係流轉生死。咁嗰念無明係幾時起嘅？咁啊，跟住咧就問啦，呢個引起兩個問題。咁啊，佛在世嗰時已經有噶啦。一個咧就係富流羅尊者，咁啊走去問啦。呢個《楞嚴經》裏面富流羅尊者，阿佛啊，你幾時候做翻條凡夫啊？啊！佛話你點會咁問嘅？你問我哋自性清淨，咁一念無明啊，流轉生死。咁你而家清淨咗啦，咁你幾時去一念無明啊？阿佛咧就話：我哋成咗佛咧，就唔會再做凡夫噶啦。點解咧？因為佛好似金礦咁，好似咩金礦？凡夫嗰啲金礦咁，金礦經過修煉咧，變成真金，真金就唔會變做金礦噶嘛。即係呢個金礦嚟噶嘛。啊，所以咧，我哋係無始，唔知幾時有嘅。本生無名，我哋本來就係有無名噶啦。無始以來，我哋就係本生無名，即係本嚟就係有無名嘅。我哋經過修行成佛之後咧，就唔會再變翻轉頭。咁啊，《嚴覺經》咧，又再問啦，又清淨慧菩薩，又問啦，佛啊，你幾時又變翻到凡夫啊？又係同一個答案，因為金礦咧唔會變翻到金喎，所以咧引起兩部經嚟問我，一部《嚴覺經》，一部《楞嚴經》都問佛啊，你幾時做翻到凡夫啊？菩薩問我，咪我哋問我啊，所以咧呢、這個咧呢件大件事啦，所以咧呢、這個大乘起信論咧，真係害人不淺，係假都冇假得咁乜嘢啊嘛，個個都不察啊，所有嘅歷代嘅人不過。《楞嚴經》都講到啦，咁你自己唔拆啲唔關人事啊，或者即係呢個已經冇話一念無名三心世境界隨緣長六粗，咁你清淨嘅時候生無名啊，跟住三心世境界隨緣長六粗，呢、這個係錯嘅，即係噏得出就噏，所以咧唔啱嘅。咁啊，所以咧而家我哋學好多佛法咧係未必啱嘅，啊，所以你哋要有正見啊，要知道邊樣嘢係啱，邊樣嘢係錯，咁先學到嘅。同埋佛幾時講，點解要咁樣講？呢個係小乘抑或大乘嘅啊，所以咧成個佛教咧。是一個發展過程嚟噶，所以我哋咧繼續講落去咧，就去講六大緣起咧，知道呢一個嗱，咁啊跟住咧嗱呢個解呢個緣起性空啦，緣生性空啦，呢個生起
生咧就係生起、現起、前無今有啊！呢個咧就叫做生，原生性空。其實咧，原生同埋緣起咧差唔多，不過原生咧就係解釋，逢係因緣所生嘅嘢咧都係空，因為冇獨立性。因為點解咧？佢係好多嘢產生出嚟噶嘛，所以由因緣所生嘅咧，我哋成個世界都係因緣所生嘅。整個世界都是因緣所生的，而我們呢其實我們現在呢有三個世界，我們所知道的世界呢有三個，一個是物質的世界、這個、一個是物質的世界，這個是物質的世界住了一些人在這裡、一個呢就是量子力學的世界，住了一些靈界的眾生，一個呢就是玄學說的世界，玄學說的世界，圓學說啊，圓學說嘅世界住嘅咧就係佛嚇。咁啊，呢個咧分子呢、這個咧由分子所組成，107種元素啊，107種元素所組成嘅。所以咧，我哋呢個物質世界咧係由好多元素所組成，好似兩個 H 啊，兩個 H 一個 O 咁，加埋就 H2O 啊，一滴水或滴落嚟喎，咁啊，咁啊變咗滴水啦，咁啊變咗滴水啦，即係兩個加埋就變成，所以咧呢、這個因緣，兩個氫氣啊，兩個氫氣嘅分子加埋一個氧氣嘅分子，遇到因緣嘅時候咧，咁就變咗滴水出嚟啦，因為喺天空度啊撞到之後咧，咁啊結合咗就變咗滴水出嚟，所以我哋咧呢個叫做分子，所以咧我哋 C20H40。O50 呢個係乜嘢嚟㗎？我都唔知道，求其寫啊！因為所有嘅嘢都可以寫成咁啊！你食嗰啲藥啊，全部都係分子啊嘛，分子結構嚟嘅，所有都係分子啊！呢個殼草糖膠，你可能咧？殼草糖膠咁啊！呢個咧就結合咗出嚟就係咁啦。咩胰島素乜嘢素都係由呢啲嘢結合嘅。所以既然結合嘅嘢咧，佢就冇獨立性，因為佢呢個二十個碳、40個氫氣、50個氧氣加埋就係等於呢樣嘢。咁你緣聚而生，緣生而滅，所以咧冇獨立性，因為佢冇獨立性嘅，唔係獨立嘅，因為佢係合埋嘅，一合上，一合上即是不可說。鄧凡夫之人執著其事啊！凡夫啲人執著咗一合上，所以咧呢個係一合上嚟㗎。所以一合上咧又冇獨立性，冇不變性，因為佢一離開嘅時候咧加熱，咁佢就變咗啊！加熱佢就會變做第二樣嘢啦。咁啊，冇獨立性，冇不變性。冇永恆性，冇永遠係存在嘅嘢嘅，咁啊亦都冇呢一個主宰性，冇話有呢個絲呢個碳做主啊，抑或氧氣做主啊，冇嘅，冇主宰性啊，冇自己一個主宰性，所以凡係冇獨立性、冇主宰性啊、冇不變性、冇永恆性嘅咧。佛教就叫做無我，啊呢個無我，即係冇我啊，冇我自己，無我即係空啦，啊無我即係空，所以我哋個無我與三法印，咁呢個無我咧就係空啦，無我啊無我，所以咧呢個咧所有嘅嘢都係咁組成嘅，咁啊呢個咧就係物質嘅世界，物質嘅世界嘅時候咧，我哋就好能改變佢嘅，而家嚿粉刷我變咗嚿麵包，得唔得咧？得唔係唔得，正咗度就得啦。等我正咗度先啦，正咗度先啊，解散呢個物質，將啲分子抽出嚟，加啲麵包嘅分子落，咁啊變成嚿麵包咯，係咪得㗎？啊，即係正咗度嗰啲就得咯。咁啊，所以咧，這個廣音法師去到台灣嘅時候咧，通地嗰啲太保啊，太保就俾就話：，廣音法師嗱，你想喺度住啊嘛？嗱，一係就俾錢，一係就飲咗啲杯強水佢，咁啊啲飲咗嗱呢杯係強水。一人又俾錢，一就飲咗呢杯嘢佢嗱，咁你就唔使俾錢嘅啊咁佢咧廣音法師諗都唔諗，哇攞起個強水呱呱灌咗落去，冇事，哇嚇到啲太保死喎都，哇乜嘢人嚟㗎佢飲咗之後冇事喎，點解冇事咧？因為佢個念力可以改變啲嘢啊嘛，改變啲分子啊，嚴生都得啦，嚴生喺呢個廣州嗰個嘢喺上海發功去改變，即係佢有個雪櫃噶嘛，擠啲咩不元素啊、有元素嗰啲去改變嘅，有二三五改變就有二三六，咁佢都得啊，佢都可以啦，即係特殊技能就得咯。特殊技能即係神通啦，神通係要定力嘅，即係二禪啦，普通啊
初禪咧就係定生起落地，二禪咧就係離生起落地，二禪咧就法通噶啦。初禪都開始有通啦，定生起落地就係你要觀嘅時候咧，入即係喺定裏邊突然間現出嚟嘅叫定生起落地。咁而家我哋講觀想，觀想咧其實你喺度想啊，冇觀到。點解咧？觀係要冇意識下低先走出嚟嘅，先叫做觀，叫定生起落地啊。譬如你而家要我要觀出阿彌陀佛，觀得頭嚟唔見只腳，觀左邊唔見右邊，咁你觀嚟觀去都觀唔到。索性不用供了，你入定入定啊！我要供阿彌陀佛，咁就成個阿彌陀佛現出嚟，咁啊如鏡在面，好似照鏡咁，我會睇到好清清楚楚，咁又可以出聲嘅，阿彌陀佛可以同你講嘢，咁啊呢個先至係定呢個定生起落地啊嘛，咁啊如果你唔供佢都走出嚟，嗰啲叫離生起落地，咁呢個更加高啦。所以咧呢啲世界上面啲物質咧，其實係可以改嘅，可以改嘅。但係咧，譬如話有啲正道嘅人咧，可以穿牆過壁，因為佢改變動牆啲分子嘅結構啊嘛。咁你睇 F 檔案啦 ，F 檔案邊緣科學啊 ，F 檔案 ，F 檔案咪有一出咧，就喺偷嘢嘅，佢有個夾盲啊，咁啊鋼啊嘛，成個去偷嘢，咁佢插電啊，用啲電去插，因為點解咧？你要穿過去嘅時候咧，要將個夾盲嗰啲分子逼大佢，逼條罅，逼大佢，咁個人咪可以穿過去咯。因為個人咪縮細佢，一係就個分子咧，個夾硬個分子就撐開佢，所以咧佢用電將佢逼開佢，逼開佢個人咪穿過去咯。點知穿到中間咧，呢個警鐘響啊，咁啊電啊停咗，咁啊成個夾咗喺個嗰啲，夾咗喺個夾硬嗰度，即係又走唔到出嚟，咁啊俾人捉到啦，佢係。一次咧，佢就去屠肉喎。嗱，嗰個觀察者啊，嗰個觀察者咧，其實話觀察者嘅意思，觀察者係叫呢個喎。觀察者，你冇佢話冇科學喎。呢個除觀察者嘅意志啊嘛，所以觀察者係外星人嚟嘅。但係佢可以除觀察者嘅意志可以變嘢嘅啊，所以咧睇科技湯咧都睇得好啊，睇下網絡大戰嘅20世紀咁尼奧啊 ，Neo 啊，所以咧有本體嘅，有主體嘅啊，所以咧唔知係咪上高有部總機咁啊，所以咧呢一個觀察者啊，呢個觀察者。觀察者咧，咁啊要屠肉啦！我哋觀察者咪捉住，咁啊要屠肉。屠肉咧就插電咯，插電，然後咧出嚟咧，出嚟嘅時候咧，又再用接收器咧，又接收出嚟嘅，即係佢係咁樣邊緣科學啊，係喎，即係屠肉嘅時候咧，將自己解散咗，然後出邊再組合啊嘛，再組合嘅時候咧，咁啊點知組合得唔好成個病，咁就淨係賴咗嗰啲。電嗰啲咪即係整得唔好啊，所以成日病咧砌唔翻，砌唔真，因為砌模型咧砌唔到原裝嘅嘢。咁啊，所以咧呢個除觀察者嘅意志。咁啊喺泰國咧就有個出家人啦，咁佢就攞塊事業叫人踩單車，去河邊，但係攞塊事業咁啊簽個名喺度，咁啊叫人咧踩單車去河邊嗰度，好遠條河嗰度抌落去，咁啊攞部水出嚟啊，搖啊搖啊搖啊，咁啊等嚿葉就喺嗰度出嚟啦。咁啲人咧就問佢啦，點解個葉會喺你嗰度斷出嚟？佢話我啊用念力解散河中間嗰塊葉，然後呢個再組合啊嘛，咁咪得咯嘅。但係佢話呢個係好簡單嘅嘢嚟嘅，唔係咁複雜嘅嘢嚟嘅啫。不過啲人因為食飯瞓覺睇電視多咗，咁啊唔識做啫嘛，係嘛？你即係有心機打下坐，咁你咪識咯，係嘛？即係呢啲咧，咁啊有一次咧，就呢個卡特寧波車，卡特寧波車咧，咁啊有一次咧就去台北就見兩母女就去見佢啦，咁啊兩母女就翻去高雄嘅時候咧，咁啊個媽媽就病咗，送咗入醫院，咁啊那個女仔咧就打電話俾卡特寧波車，我媽病咗啊，點算好啊？咁啊，寧波車話你唔使驚，我就嚟噶啦。咁啊，跟住喺醫院度出現啊，同佢阿媽加持完之後，咦，冇理由噶，我頭先打點知佢喺台北嚟嘅，佢台北電話點會咁快嚟到呢？又打翻電話俾佢，我又去翻到台北喎。咁啲人就去訪問佢啦，啲電視傳開，啲人就去訪問佢。咁啊，問佢寧波車咧就話。我咧就用慈悲心，用慈悲心去觀，因為我即係佢阿媽病咗啊嘛，咁梗係要探病啦。咁啊用慈悲心啫，冇乜嘢啫。咁啊，就可以咧，你用慈悲心嘅時候咧，就可以做到啦。咁啊呢個咧，所以呢啲咧全部都係違反科學嘅。咁啊有一次咧就兩
兩夫婦喺度嗌交，想去見下廣音法師咧。廣音法師一入定係180日啊嘛，所以佢神通特別多。虛雲老和尚嘅入定九日即係講經多啫，但係神通啊唔夠廣音法師咁犀利。咁啊呢個廣音法師咧，咁啊兩公婆，一個話佢喺成天子，一個咧就話喺呢一個。一個台中，一個台北啦，一個承天子，一個妙通子，一個妙通子誒台南嘅話，一個喺台北係承天子，妙通子咧就喺台南嘅，咁啊兩公婆啊分道揚镳，大家一齊見到廣音法師，睇睇呢個咧分身啊，好簡單嘅嘢嚟嘅，唔係咁複雜嘅嘢，即係不過你用心機坐啫，嚇要心機坐就有坐，咁得咗之後又點咧？冇用啊，唔使買機票嘅係咪？即係冇咩意思喎，又冇咩意思喎，即係話要嚟弘法咧，咁啊又驚人哋咧怪力亂神喎，變咗佛法喎，所以虛雲老和尚咧唔係唔演神通啊，佢係費事演咁解。咁啊有一次咧就係虛雲老和尚嚟東蓮國院就打水陸啦。咁啊，佢媽咧個仔就病咗啦。咁佢咧就諗住咧去求虛雲老和尚啦。虛雲老和尚咁出名，咁去求佢啦。咁啊，跟住咧佢去東蓮國院喎。個虛雲老和尚啊，企喺東蓮國院門口等佢，一手啊攞住杯水，一手啊攞住個橙。嗱，呢杯水啊俾佢飲咗佢啦。呢個橙咧就俾佢食咗，佢就會好嘅啦。咁啊，即係話你所以咧有呢啲嘢嘅喎。得喎，多嗰頭咧就唔得咁解啊。多嗰頭因為排隊排到尖沙咀入邊得閒瞓覺，冇時間瞓啊！所以咧就唔敢做咁多咁解啫。其實咧個個都好犀利嘅，即係啲佛菩薩咧個個都咁犀利。所以咧呢一個咧原生性空同埋緣起性啊！嗱呢個咧。觀察者啦，除觀察者嘅意思就係靈界嘅，所以靈界可以變嘢，因為佢細乜細粒嘛。佢用緊六十二種粒子啊，一種叫希加斯粒子啦，咁嗰個咧就形成物質世界嘅嘢。啊，呢個希加斯粒子應該喺呢度啦，希加斯粒子形成物質嘅世界。咁又仲有61種粒子啊！宇宙有62種粒子，佢用緊62種粒子，因為粒子係微細啊嘛，所以佢要變噶嘛。所以啲鬼神咧，佢係食味道嘅喎。所以你去拜嗰啲嘢咧，唔好封住喎，大佬你蒸下咧又封得靚靚地，去拜祖先啦，祖先食唔到喎。因為點解咧？佢要一係就聞粒子，因為嗰啲懸浮粒子啊，嗰啲味覺係粒子嚟噶嘛，粒子可以飄，佢係執到啲粒子，佢唔可以食到大嚿嘢嘅。咁亦都可以燒咗之後咧，就變成粒子咯，燒咗變粒子咁咪易帶咯，係嘛？所以即係燒衣紙包啊，寫明邊個打邊個咁啊，燒咗落去咧，咁佢先至可以攞走噶嘛，係嘛？飛機又攞得走，呢個屋企又攞得走，房又攞得走，咁啊，所以咧，佢呢個隨觀察者嘅意志，你變咗嚟嘅，所以你咧著數咯，燒只紙扎燒豬俾佢，咁佢炸低就變咗增燒豬食嘅，係因為佢隨觀察者嘅意志啊嘛，即係。咁你話咁唔燒咪得咯？佢自己可以橫掂可以變，但係冇咁開心啊！嗱，呢個我仔燒俾我嘅，特別開心，係假嘅都好啦，都唔使食嘅，係嘛？佢唔會餓鬼咁餓死啊嘛！佢都唔係要食，佢要個心癮啊嘛，即係個心能夠滿足就得啦。所以咧，你燒乜嘢落去咧，佢變翻乜嘢出嚟，咁啊，就係所以咧呢一個咧靈界嘅。咁啊，呢個佛咧，佛嘅世界咧，就係玄學説。玄學説咧就係話一個分子咧，好似個宇宙咁大咧，原來一棵樹咁大，咁即係好微細啦。玄學説即係乜嘢咧？數碼咧就係形成呢一個物質嘅能量體，細嘅能量體。所以數碼都有大細嘅喎，嗱，你個數碼相機咧，咩1萬點、2萬點、2萬點啊 ，DPI 係嘛，720 DPI 啊，1260 DPI， 我哋依然用緊620乘480 DPI， 咩 DPI 咧？一寸裏邊有幾多點？即係好似印刷啲網點啊，乜100點、105點，喂呢個125點，即係有幾多點啊？所以咧能量咧有大有細，有微細有唔微細咁樣。你講微細個微細咧，越微細咧就越接近呢個玄學説啦。所以咧，如果你將啲所有嘅呢個世界嘅嘢睇成數碼咧，肯定冇事啊。何其數碼自稱清淨，何其數碼本嚟。
本無動搖，何其照數碼本無污染，何其數碼本無生滅，何其數碼能生猛法，中曬。數碼就係佛性啦，數碼佛性，佛就係數碼。所以咧，十方諸佛同一化身，佛係冇身體嘅，佢變咗數碼。所以咧，數碼佢嘅數碼係乜嘢咧？嗱，觀音嘅數碼係慈悲，所以你從慈悲心，用慈悲心去感動呢個觀音咧，咁就慢慢集中啦。嗰啲慈悲嘅數碼走埋一齊，變成個觀音顯靈喎。咁啊，係咪顯靈咯？個觀音顯靈。咁啊，所以咧，呢個咧係數碼嚟嘅。所以十方諸佛咧撈亂咗噶啦，十方諸佛同一化身啊嘛。化身裏邊冇分呢個阿彌陀佛，抑或觀音菩薩，抑或地藏菩薩。不過佢嘅特質係唔變嘅，即係佢剩翻嗰、那個。法身以法為身，慈悲就是觀音，大願就是地藏，大行就是普賢，這個大智就是美了，大智呢就是文殊，那撈亂了的，沒有說這個有觀音，我都見不到觀音的，你用慈悲心去感應的時候，觀音就出現了，你用這個大智的心，求智慧的心，文殊菩薩就出現了，因為大行的心，普賢菩薩就出現了，那他們在裡面，在一堆數碼裡面找出特別的東西，現在的數碼都撈亂了，我的數碼相機，現在的數碼手機，人的手機影像應該撈亂了吧，是吧，你現在拍了一幅貓仔的相片在網上，那跟著散了出去，那個都有你的貓仔相片，在個宇宙裡面，在這個空間裡面，在個空間裡面就是整個世界都是，即是只要你的網絡覆蓋的地方，美國又看到，英國又看到，什麼都看到，即是全部都撈亂在那裡。不過你的接收器我現在要打個密碼出來，我這個接收器一接，那就接到一幅相出嚟咯，咁你先至慢慢組合啊嘛，嗰個嘢先至組合，所以咧呢個數碼咧係數碼世界，所以我哋呢個時代咧係數碼世界啦，所以咧啲人要啲書入邊啲老師啲書咧俾曬我咧，本嚟呢啲人咧話點解咁蠢啊？人哋唔要啲書你攞，而家咩世界？我話你真係蠢嘅啫，我已經睇書睇咗30年，佢睇咗60年。嗰啲書係我冇噶嘛，即係佢以前嗰啲早20年嗰啲書我係冇噶嘛，所以咧而家攞埋哦兩個夾埋，哦啱啱好講乜嘢都得，而家個哦射世王經又得，佢見到好多嗰啲以前未講過，即係我冇嗰啲書佢會有，因為大家所睇嘅嘢唔同啊嘛，所以成世收集嘅書都喺我度，咁咪集中咗兩個拱經嘅人喺嘅書喺度，咁你話幾好咧？話而家呢邊嘢都係葉老師嗰度抄出嚟啫嘛，所以睇睇下睇睇個櫃嗰度，咁啊抄出嚟，所以咧呢一個咧數碼時代，所以呢啲嘢咧。全部都是原生的，因緣所生，無論是物質世界是因緣所生，靈界是粒子所生，又是因緣所生，這一個佛的世界呢都是因緣所生，由緣學說所生，所以緣生性空，所以這個又是空，這個又是空，這個又是空，個個都是空的，靈界當然是空，佛界當然是空，但是連人這個世界呢都是空，不過你暫時未空到而已，未空到，當你能夠證到空性的時候呢，那它就空了，它就空了，所以呢這個三羅大地盡怒發王身，個個呢都是一樣的，所以呢就緣起性空，生呢就是生起啦，現起啦，體呢性呢就是體性，這個本身的性呢就是空的，所以這裡呢講自性、自體、實體、獨立不變的實體是一種常的實體，所以呢沒有獨立性、沒有永恆性、沒有不變性、沒有主宰性，這個叫無我，這個空是虛妄不實，沒有實體，這解所以所有的東西都沒有實體的，你現在呢LV、VL、Gucci什麼都是假的，所有的東西都是假的，既然所有的東西都是假的，你不用成世浪費錢去買它，是吧，不就有得穿就算了，有得穿有得用，吃得飽就算了，你不用吃那些更好的東西，什麼
咩白松露菌，我哋食黑松露菌啊，冬菇啊，冬菇黑松露菌，黑松露菌好食嘅，白松露菌我未食過，佢一陣火水味喎，啲人食過話，咁啊一啲啲豬中意食嘅嘢，你咪去食咯，唔會啲豬揾出嚟嘅啲白松露菌啊，啲豬話養啲豬專門去揾白松露菌，佢聞到啲白松露菌嘅味道，佢掘出嚟嘅，養啲豬去揾嘅，咁啊啲豬中意食嘅嘢咧，就跟住啲豬，咁啊有辦法咧，都同豬過啲豬，咁啊呢、這個。黑松露、白松露粉，$96一公斤，冬菇啊$96一公斤，所以咧我哋聰明過啲豬嘅，咁啊所以咧食黑松露粉，咁啊所以咧呢一個咧元氣所有嘢都係假嘅，食嘅嘢咧味道一下就過啦，啊所有嘅嘢係每個財色名食睡啊乜嘢都係假嘅，全世界所有嘅嘢都係假，乜嘢係真嘅咧？葉就係真嘅，佢呱呱叫，痛到呱呱叫係真嘅。咁啊，葉係真嘅，所以你要消滅的不求解脱咯，即係要做人要消滅的不求解脱咯。唔好儲埋啲錢去買名牌手袋，唔好儲埋啲錢去買條萬幾蚊條布，萬幾蚊條布。邊個設計㗎？咁啊，所以咧假嘅呢啲嘢假嘅，係嘛？食得飽啊，算啲咩？食地獄火鍋，未落地獄啊，食咩地獄火鍋？啲人嗰啲傻，等地獄慢慢享受，所以呢些全部都是假的，財色名食睡樣樣都是假的，樣樣都是放低的時候，你才能夠入定，入定你才有辦法消業積福求解脫，入到定你才能夠有止先、啊、這個就要止，這個就要觀，這個止功相能，才成品自利利他，那才能夠做到的，所以你首先要放低一些東西，所以一切的東西都是假的，所以呢、跟著呢、這個緣生因緣所生的，這個呢一大堆東西你自己看，好像芭蕉一樣，總之夾夾埋埋就是緣了，這裡就講四緣生問法，一個呢就是因緣、次第緣、緣緣增上緣，四緣生諸法，更無第五緣。咁啊，《中觀論·觀因緣品》裏邊講，因緣、次第緣、緣緣增上緣生問法。咁啊，呢個咧，因緣同埋增上緣咧，就係產生啲物質嘅。因緣咧，就係話你個因喺度，啊，你又做咗上世做咗業，或者咧，一個種嘅因，以前種嘅因。總係要有因緣先至得㗎。你而家咧，以前種咗個因喺度，咁啊喺第八識嗰度種咗個因，呢、這個因緣。咁啊一度落嚟，你嘅身體度，咁你咧冇嘢去刺激佢，冇嘢去刺激佢咧，佢落咗個因落嚟，但係未產生嘅結果出嚟嘅。未產生嘅結果嘅時候咧，我哋咧唔好俾個增上緣佢，增上緣啊，呢、這個增上緣。增上緣咧就係因緣磨合嘅時候，誒因緣磨合嘅時候咧，佢就會出現啦。好似一粒種子，佢需要泥土啊、陽光嗰啲叫增上緣，嗰啲係增加佢。所以我哋以前，譬如話我哋殺咗人嘅，咁我哋呢一世咧，成世都唔殺人，我哋服業啊，一世成世都慚愧。咁啊，結果咧撞嚟撞去都撞唔到以前俾我哋殺嗰、那個。咁咪冇事咯嚇、啊！你增上緣，你見到佢，你仲同佢嗌交，你咪即係等死啊嘛！你增上緣啊，無端化事，火上加油啊！你更加唔斬你都唔得啦。咁啊，所以咧呢一個叫增上緣啊，增上緣。咁啊，呢個等無更緣咧，就係呢一個你起心動念一剎那會影響到下一剎那，這個叫等無更，即是中間沒有間斷的，又會產生下一個因果出來，這個叫等無更緣。那麼所緣緣呢，就是說所有的東西出現呢都要有個因緣，好像我現在看到這個世界，看《靈經》，看我講《靈經》的時候呢、看我講《靈經》就知道了，我們現在這隻眼看到朵花睇到朵花，隻眼點做咩？呢個視網膜透光，咁啊跟住咧，跟住就傳啊呢個神經傳遞去乜嘢咧？去呢個副神經有12對神經嘅視覺神經咧，咁啊要傳個信息俾個記憶啊，俾個腦嗰度，俾個中樞嗰度，個腦中樞嗰度咧去揾。呢個係乜嘢嚟㗎？呢只係乜嘢嚟㗎？揾個名俾佢先得㗎，係嘛？呢個係花嚟㗎喎，咁啊花啊，
咁啊，呢個係花嚟喎，咁啊俾話俾你聽，呢個係花嚟喎，咁啊話俾你聽，呢個係花。其實咧，如果你見到思覺失調，啊思覺思想同埋感覺器官失調，見到有花，咁啊傳到落去咧，啊呢個腦裏邊。咦，未見過喎，成世都未見過呢樣嘢嘅，啊呢樣嘢我諗係黃金啩，所以咧思覺失調，成日諗住黃金啊，變咗一嚿黃金啊，見到朵花變咗嚿黃金，所以叫做思覺失調，思想同埋感覺器官失調啊，所以見明明見唔到個嘢，明明聽唔到嘅聲，你鬧我啊，冇鬧你啊。啊！明明鬧我咯，而家仲鬧緊，你阿婆啊，奇英啊，咁睇下你要尊重啲，係咪俾人哋告？佢哋話：阿婆，呢啲叫做思覺失調，聽到啲唔應該聽嘅聲音，睇到啲唔應該睇嘅嘢，明明睇到㗎啦，係咪先？即係所以咧呢一個思覺失調，咁啊，所以咧呢一個你個腦裏邊要有朵花。呢朵花先要現出嚟嘅，所以呢個叫做圓圓，即係每一樣嘢我哋見到咧，都有個底喺度嘅，我哋先至能夠見到嘅。即係每一樣嘢，因為文化為色啊嘛，我哋要個色裏邊有呢樣嘢，先至會有呢樣嘢出嚟嘅。即係每一樣嘢咧，都可以翻去個腦嗰度啊，腦裏邊有樣嘢係證實呢樣嘢係嘅，咁先至能夠真係見到啊。所以咧呢一個咧叫做圓圓所圓圓增上圓，咁啊講曬啦，圓生性空就係咁啦，即係因緣生文化。因緣所生的呢都叫做空，但是這個空呢是小乘的空的，所以一般講這個緣起性空呢講到來這裡就講完了，那還有一堂點算好呢？那不用怕，因為為什麼呢？因為這個是小乘的，講了六分之一，你講了六分之一呢，因為這個是小乘的，小乘呢用色空觀，小乘用色空觀，大乘呢大家都是空的，那大庭呢用當體的體空觀，色空觀，這個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是假名，亦是中道義。那這個呢大庭用當體即空，當體即空，體空觀，這個體空觀，當體即空，當體即空。所以呢我們呢空呢在佛教來說是最重要的，所以呢這個太虛大師說，知緣起就知道一切的佛法，所以呢你不知道緣起呢就不知道佛法講什麼了。那你說這個問法為色，那又為什麼？問法是我們變出來都是空的，那為什麼？為什麼 原生性空沒有講問法為色的？因為現在講到中觀嘛，都沒有講到那時都未有為色，在中觀論的龍樹菩薩者中觀論那時都未有為色。咁啊，《花嚴經》又話：若人若了知，我三世一切佛應功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一切都係唯心所造出嚟噶嘛。咁點解冇講到嘅？呢個小乘嚟噶嘛，而家講緊小乘啊嘛，最多講到中觀嚟，最多講到中觀未有發生嘅嘢，即係後邊都未有《花嚴經》嗰時都未曾盛行。呢個所以咧，仲有好多個空。咁啊，知緣起就知道一切嘅佛法。咁啊，話俾你聽咧，你知道呢個世界點樣構成嘅咧，你就知道咧一切嘅佛法，你先至知道。所以佛法最重要嘅課題咧，係緣起，唔係業。業咧係外道都有啊，因果外道都有啊，輪迴外道都有嘅。但係唯有呢個空性咧，係外道係冇講到嘅。啊，呢嘢耶和華會唔會講空啊？冇講空咁啊，冇而家講空，咁啊冇講到空啊，個個都冇講空性嘅，即係唔會講緣起性空。所以緣起就話呢個世界以何因緣而起，所以咧呢個緣起。緣起咧，我咧就定咗做六大緣起。咁啊呢個六大緣起咧係星際法師獨有嚇，攞咗攞專利噶啦，咁啊。就嚟註冊，咁啊攞專利㗎啦！呢個攞專利嘅，因為點解咧？好多人都講緣起，啊太虛大師講三個緣起，咁啊呢一個有啲講四個，有啲講五個，冇人講六個喎，因為我先至講到六個。咁啊一個咧就係業感緣起啦，第一個業感緣起，業感緣起。業感緣起咧就係緣起性空，就係我哋而家講嘅緣起性空啦。呢個咧就係小乘嘅。
小乘嘅月感緣起，十二因緣無明緣啊，暗緣色色緣明色明色緣六入滿緣足足緣愛愛緣彩彩緣有，呢個係小乘嘅。咁啊，流行嘅嘢咧，流行嘅時間咧，就係佛時代到佛滅道後四百年。佛滅道後四百年咧，係迦利釋迦王嘅時代，變成一切有部。三世實有啊！這個所有嘅嘢都係實有嘅，實有嘅。咁啊，呢個咧，咁點解佢能夠證道呢？因為佢係暫時存在嘅嘢，唔值得留戀，所以佢先至可以證到空性啊！這個咧啊，所以咧佢收呢個五停心功啦，跟住收呢個四念處啦，功生不淨，功受是苦，功生無常啦，跟住頂頂忍為世第一法啦，跟住功四態十王相啦，八態三十二行相啦，跟住功苦空無常無我，咁啊呢個最後尾功到無我嘅時候咧，嘅證空性啦。但係佢證個空性咧，係呢一個體色空功嚟嘅，分析過呢啲嘢咧，又唔係空嘅，所以咧佢呢個色空功咧。佢證咗之後咧，佢灰心滅智啊！因為佢點解咧？因為所有嘢都係實有嘅，不過唔值得留戀啫嘛，所以就唔再嚟咯。所作已貧，貧行已立，不留後有咯。佢一係就入咗無餘涅槃，咁啊唔再出嚟啦。咁啊，所以咧等到有佛出嚟咧，佢先至幫手嘅啊。咁所以咧，阿羅漢係唔會入胎嘅，阿羅漢係唔會入胎。所以咧所以咧就出事啦。所以咧呢一個咧。識空分析過所有嘢，因為知道三世係實有嘅，因為一切有寶嘛，所有嘢都係實有嘅，啊前世今世都係實有嘅，所以先至有十二因緣嘅建立，古係無明緣啊，暗緣色色緣明色，明色六入六緣足足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咁啊因為呢啲嘢都係因緣所生嘅，所以咧因緣所生法，我説即是空，咁呢個咧就係、是、業感緣起，第二個咧產生嘅咧。就係龍樹菩薩噶啦，真如緣起，所有嘢都係空嘅。嗱、這、呢個，因為所有真如緣起，真如緣起，咁啊第二個緣起就係真如緣起。真如緣起咧就係佛滅道啊，呢、這個五百年到六百年啊，六百年啊，六百年嘅時候，六百年到八百年啦，六百年到八百年嘅時候，龍樹菩薩。龍樹菩薩提倡嘅真如緣起，中觀啊呢個咧，波野如大火聚，觸之則焚，所有嘢都係空嘅，所以七十空性論、五十空性論，而家西藏人仲讀緊喎，真係落後。呢啲咁嘅中觀，仲好嘅中觀自立量派、應承派，拗贏嘅都冇用喎，因為我哋已經唔係講緊呢樣嘢，我哋講緊花言法花，所以咧呢樣嘢唔同嘅，呢個咧中觀咧就係龍樹菩薩啦，所以咧龍樹菩薩咧就話大聖説空法，為破諸有執，若能執著空，諸佛所不化。你嘅大聖講空法咧，破除你嘅執著嘅咋。如果你執著有個空嘅咧，咁啊諸佛所不化噶啦，因為佢講空啊嘛。咁啊個個都執著空啊，波野如大火聚，觸之一塵。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咁啊，一切嘅嘢都係夢幻泡影。咁啊，所有嘢都係假啦，夢幻泡影。咁啊，應作如是觀。咁啊，所以咧，這個咧就係波野啊，呢、這個就係《金剛經》。《金剛經》就係波野經嘅第577卷。咁啊，所以咧。呢、这個真如緣起，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呢、这個真如緣起啦。所有呢個世界咧，都係由空所組成嘅。啊，所以咧，但係你又唔好執著佢空喎，空空畢竟空喎，連個空都要空埋，連個空都空埋咧，就係、是、非空非有，亦空亦有，百不中道啦，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不一不二。啊，呢個不。這個不一不二，所以呢、這個百不中道，這個中觀變成中觀了，中觀，這個中觀前紅旗，在這個佛滅道六百年到八百年之間，這個呢方等行人，這個中觀前紅旗，中觀前紅旗呢紅了之後呢，那些人是執著空，因為偏空嘛，個偏空的呢執著了空，執著了空，那佛就想辦法了，怎麼算好呢？咁啊，講小乘嘅時候咧，佢執著業感緣嘅，執著有啦。咁啊，呢個龍樹菩薩出嚟講空喎。咁啊，龍樹菩薩出嚟講空，咁冇理由佛又出嚟講出嚟又講有噶嘛。
解三密經裏面講啊，那耶心色甚微細，習氣種子如暴流。我對凡如不先染，恐將虛假濕成真。佢話咧，那耶心色咧好微細嘅，習氣種子好似暴流咁。我對凡如不先染，我對凡夫同埋異性不先染，恐將虛假執為真。你將我將個意識咧，當你驚你將執著個意識為真嘅，去收個意識，你係大件事啊！所以咧，時時勤忽拭，不怕惹塵埃咧，咁就大件事啦。所以我哋講成佛咧，有兩個，呢、這個叫涅槃，呢、這個第九識嘅，呢、這個咧就係空啦，呢、這個就係空性。一個咧叫菩提，啊菩提同埋涅槃咧兩大課題啊。轉百色成四字咧就係菩提，所以咧你將呢個嘢當作為真正嘅主體咧。咁你變咗去收呢個嘢，時時勤忽拭，不怕惹塵埃啦。其實咧，道不容修，但莫污染，呢個先至係主體啊！呢個先第九式啊，縱形百結可消磨，初加羅心無動轉，呢個先係主體啊嘛。所以始終都係中觀為主體，空性為主體嘅，唔係講有，有係收唔到空性嘅，因為有收當下就係空唔到咯，已經要點嘅，已經要收，又攞住把掃把，我空㗎，我空㗎。空嘅你又攞住把掃把，攞住把掃把就唔係空啦。你放低把掃把就係空啦。你攞住把掃把，時時勤忽拭，不怕惹塵埃。你忽到最嬲尾，仲有把掃把啫，冇嘢掃喎，冇嘢掃，仲有把掃把，點算好咧？所以咧，唔可以講有嘅。咁啊，呢個彌勒菩薩，你睇下諗啦。我講到波嘢咯，我唔會講遺識噶嘛。咁啊，所以咧，呢一個世親無著係兩兄弟。同埋獅子國，嗱獅子國三兄弟都係弘揚呢個遺式嘅，咁啊世親啊呢個無著，嗱獅子國，咁啊呢個咧，咁啊呢個無著咧，日頭喺阿瑜多講堂嗰度講經，夜晚醒去升上去兜出天咧，問呢個彌勒菩薩，咁啊講到彌勒五論，咁呢個咧就係遺式啦，咁啊呢個咧第三個咧就係賴耶緣起，賴耶緣起。阿赖耶识缘起，啊呢、这个咧，啊若人若晓知三世一切化应功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心如广瓦斯，能道诸能色，五蕴率从心，无法而不造，或者自己咧心造诸能色，啊呢、这个咧就系赖耶缘起，咁啊呢个咧大约咧就系公元咧800年到900年咁上下啦，呢、这个中唯识摄化期，这个、呢个咧就系呢一个。步派結集期，分開五步嘅，步派結集期，咁啊佛陀攝化期，咁啊照呢一個旅程咧，將佛教歷史咧就分開做五部分，咁啊呢一個咧，呢、這個咧佛陀攝化期、步派結集期都係講業感緣起，啊即係主要啊，咁啊中觀咧就講真如緣起，啊這個、呢個咧。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電影，作如是觀，一切嘅嘢都係假嘅。咁啊，跟住咧呢個唯識咧，彌勒菩薩啊講彌勒五論、瑜伽師地論、啊辯中辯論、十二啊呢個辯中辯論。咁啊，呢啲咧就係呢個彌勒菩薩講俾世呢個無著聽，無著人口啊講俾聽。所以咧，若人若了知三世一切佛應功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諸法所緣，唯識所變，啊這個、呢諸法所緣，即係每一個法生起呢都是唯識的作用，啊這個唯識所變，咁啊呢個《楞嚴經》裏邊講嘅，咁啊講完之後咧，咁啊呢個大爺啦，咁啊跟住咧打啦，啊呢、這個有啦，呢、這個空啦，空有之爭，咁啊打大交啦，咁啊打大交，打大交咧，邊個打贏咧？足觀後紅旗。中觀贏咗，點解咧？喺南羅大學嗰度辯論咗7年啊，咁啊跟住咧，啲人咧就話：哎呀，遮災無著説，
不及榕樹雪，是群心甘露。佢話咧遮災微粒雪，即係咧，哎呀，呢個好可惜啦，微粒講嘅嘢咧唔夠呢個榕樹雪啊，是群心甘露。所以咧，中觀係贏咗嘅，因為點解咧？你始終時時勤拂拭，不怕惹塵埃嘛。咁啊，所以咧呢個咧叫做中觀牛龍記啦。咁啊，呢個咧印度就係咁啦，到一千年到啦，咁啊拗到撚尾咧，墨宗啦，墨宗就興起，墨宗唔係一個時期嚟嘅，墨宗連埋中觀一齊。中觀牛龍記啊，越清變嗰時咧，加埋墨宗落去，跟住咧又超戒指啦，六玄門啊，跟住咧就有咩八十八瑜伽士啊，咁啊墨宗咧就興起，咁啊到最後尾咧，1200年咧，公元1200年回教打入嚟，變咗回教統治。咁啊到最後尾趕走回教嘅時候咧，到1949年嘅時候咧，印度教變咗印度教，所以佛教咧冇咗。咁啊呢個咧就係呢一個。所以咧，我哋話咧，大乘佛教嘅發源地咧啊係印度，但係興盛大乘咧係中國。因為點解咧？而家未講完喎，而家呢度個賴爺元起啫嘛，講到兩個喺度打交打大交，唔知邊個打贏。咁啊呢個咧，咁跟住咧啊呢個神獸啦，嗱呢個神獸，咁啊呢個五祖。就叫你叫佢哋嗱，你邊個寫首偈出嚟，我就傳個祖位俾佢啦。咁啊，神獸咧上座嚟嘅，嘅生中上座啊，講經嘅。咁佢咧就十三次想留首偈喺度，都唔敢，十三次情解都唔得。咁啊，後屘決定，哎呀，如果我唔寫首偈咧，啊五祖又唔知我個威水嘢喎。咁啊，如果我寫首偈，問一句唔傳法俾我，咪好魚，所以咧，十三次情解都唔成功。後屘咧睇下幅牆嗰度靜雞雞寫首詩喺度，咁啊呢個咧心似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不怕惹塵埃。因為點解咧？因為呢一個神獸咧係未跟五祖之前咧，佢係學唯識嘅，57歲先至跟呢個五祖。所以咧，佢寫咗首《五重唯識功》出嚟，寫咗首《修行偈》。咁啊，呢個五祖話：佢正一話俾你聽，嗱，正佳叫佢嚟，嗱，你呢首偈咧，只做門外，就未到門外啊！你再寫首偈啦，我傳俾你。但係咧，咁啊，跟住咧，呢一個六祖就話：嘈得咁緊要，啊，出嚟睇下做乜嘢？哦，原來神獸寫咗首偈喺度喎，咁啊。叫阿張仁用咩同佢寫首偈啦？呢個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心中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咁啊，呢一個咧就係如來藏緣起第四，咁啊呢個如來藏緣起，我哋咧如來藏緣起，我哋本嚟就有如來藏緣起，係如來藏緣起。咁啊呢個十二初八，如來夜睹明星，豁然大悟，佢話奇哉所有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只因種種妄想執著，若離妄想，則一切智無私智自然現前。咁啊，所以咧，啊，我哋咧，本嚟咧個個都係佛嚟嘅，我哋具有如來智慧德相，只不過我哋有妄想執著。如果我哋咧不思善、不思惡嘅時候咧，我哋咧自然咧呢、這個咧，呢個咧。就會現前噶啦，自己就會現前啊！即係奇哉，所有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只因種種妄想執著，若離妄想，則一切智無私智，這個自然現前啊！這個咧就係如來藏，我哋咧就有如來嘅嘢，所以咧禪宗咧就提倡道不用修，但但莫污染，只要不思善、不思惡咧，就可以見到名相座本嚟面目啦！這個咧就係呢個如來藏緣起。如來藏緣起咧，咁啊跟住啊，我哋呢個中國嘅喎，啊呢個中國嘅，咁啊跟住咧第五花嚴啊，呢個法界緣起，成個法界都一個緣起。花嚴咧就話呢一個成個法界都一個緣起，啊呢個事無礙，理無礙，事理無礙，事事無礙，啊呢個咧事事無礙，咁啊呢個咧就係花嚴啦，嗱呢個真係，所以咧。你去香港嗰度咧睇首偈啊！呢首偈真係寫到，哇！真係好嘢，我覺得真係幾好喎嚇。咁啊，呢個咧圓入偏啊，圓入偏，偏入圓，偏入圓，
沙沙軟用，發發軟用，一積多，多積一，啊呢、這個事事無礙，發發軟用對事事無礙。啊！呢、這個真係好工整噶，我作噶，因為冇人有過啊，都呢個作，所以咧呢、這個就係、是、呢、原入篇，原教入篇教，即係咧有啲係圓滿嘅，有啲唔入滿嘅，但係兩樣都要嘛，原入篇，篇入圓，法圓融，每個法都係圓融嘅。啊，無論你係小乘嘅法又好，大乘嘅法又好，乜嘢法都好，你都要學，都要識啊，都是佛說的，所以我們叫做圓融派，所有的法呢來到我們這裡都沒有差別的，不過因為眾生的根器不同，所以給不同的東西他們而已、啊、所以呢我們是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見到是修小乘的那就給小乘的法，見到是大乘的給大乘的法，見到奇英就叫他修淨土，見到之想法特的就叫他修密宗，那什麼都齊、啊、對不對，想學東西的我聽啊，聽法花經啦，聽花言經啦，係咪先？你有心機轉型呢啲嘢嘅啊，咁啊，所以咧呢、這個誒見呢個咧，因為適應眾生嘅機嘅啫，一積多，多積一，所以物質上面咧一積多，多積一啊，這個、呢個咧我哋呢個世界呢、這個宇宙有幾大啊？34.7億光年，34.7億啊！如果要飛咧，要飛34.7億光年。光行一年，行34.7億年，每一秒鐘咧行300,000公里，哇，犀利咯！但係呢團呢個宇宙係點得嚟嘅咧？係由一團物質爆出嚟嘅，係呢一團物質137億年前爆出嚟嘅，嘣就 Big Bang 咁一路放大放大。呢、這個一團物質已經儲存咗整個世界的能量的質量都儲存在那段物質上了，所以這個重量，因為沒有的東西不會出現的嘛，所以所有的宇宙的東西呢都是在這裡出現的，所以你即是我，我即是你，大家都是那段物質爆出來，你和我有什麼分別啊？為什麼分你和我啊？所以呢，以後呢，以後你有錢就記得給我所以交過是吧，那我同埋赤木壽司大家都是一樣的，赤木魚都是一樣的，這條物質爆出來的嘛，為什麼我要吃它的，為什麼吃它的，為什麼德國豬手、法國田螺、阿拉斯加巨蟹，哇，那些人說為什麼講成口美食的，那講一下都不給嗎，沒得吃了已經，那你講一下都不給了，真的沒理由的，以前我都吃過的嘛所以呢這些東西都是你的嘛，所以我欲眾生欲形樹體體不樹啊！呢、這個同是一根生，只是別形區啊嘛。我嘅肉同埋眾生嘅肉係一樣，咁你又點捨得食眾生嘅肉？你咪食自己。唔係即係咩？大家都係一團嘅，所以呢個叫法界緣起，成個法界係一個大緣起。戒指雖微，雖微戒指。咁啊，六大緣起啦，第六就係六大緣起。六大緣起咧，就係話呢個密宗講嘅話，地水火風空色。啊！呢、這個佛又係地水火風色，我哋又係地水火風空色。咁啊，大家咧，我即係佛，佛即係我啊。迷嘅時候就係眾生，悟嘅時候就係佛。所以我哋有三種成佛，一種咧就係本嚟就係佛，啊，我哋本嚟就係佛啊。第二種咧就係加持成佛，你修行嘅時候咧念咒，我念準提，觀準提像，咁你變咗準提啦，無二無別。但你修咗一個鐘頭之後落座之後咧，又變翻做凡夫啦。咁啊，所以咧，你唯有修到24小時，你都保持到準提嘅觀想，24小時都念住準提咒，24小時都保持到準提嘅觀想，咁你同準提無二無別嘅，即生成佛咯。咁啊，佛同埋我哋咧都係一樣嘅，大家都係六大所組成嘅。咁啊，我哋咧就係咁啦，呢個就係六大緣起。所以咧，我哋頭先所講嘅咧，只係感緣起，即係小成嘅。所以我哋下一次咧就會講大成嘅真如緣起到六大緣起啦。咁啊，我哋下一次先至再講。所以咧，普通人嚟講咧，就講緣起性空就係講業感緣起嘅啫。但係唔知道後邊仲有，因為呢個係世界嘅組成啊嘛。所以你要知道呢個世界嘅組成咧，呢個世界嘅組成咧，全部都係緣起啊。所以咧有六大緣起。咁啊，下一次咧繼續再講。咁啊，大家有咩問題咧，可以提出嚟問下啊。